嗯，是你。大哥，这个推在路上，人家看到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不会啦。好了，啊，这好沉哦。我要故意一个送你。没，这边上完几辆买啦，卖玉石啊。我真的没想过，台湾名物是找名物，会找到棺材。我觉得好吃的程度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，就连蛀牙的人，他都会想要再吃第二块、第三块。 那个谁帮我老花眼镜拿过来好不好？这太凶了嘛啦！这搞何点闹变啊？啊，没事啦。第二名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哥，你听力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你有重听吗？差不多有了。<笑>这个要敲几下？1500。啊，边啊嘞？6000下。千腿白面就是这样。好的铜锣，好的铜锣就是这样。